夫君，放下瑶姬吧。只愿夜深幽时，梦里余温。可我不想留在梦里，我想见到你。魂牵梦萦，即使不得解脱，去找他吧。找到九色鹿，九色鹿俯首之时，一切便终究得解。别走，夫人，夫人。这个月的东西呢？给哑巴。哎，别说我二人欺辱啊，这年头我们也实在是不好过。这月份国主的御令又下来了，狮子大开口，一下就要十件宝器。我们赏金猎人要是交不上货，难道和西北风卷？几位大哥，小人这几天真的什么宝贝都没找到呀。况且这个月的前几天不是刚给过吗？哎，迷藏，别人不清楚，我们可是了解你的。你这找宝贝的鼻子可是最灵了，这等菩萨保佑的好福气，能找不到好东西？可是我也不是天天都能找这奇珍异宝的呀，我还得留着月宫，等下个月应付你们这些人。哎呀，别婆婆妈妈的了，我眼瞧着那珠子就在你袖口里藏着呢，赶紧给我交了。迷藏，你可要惦记惦记哥几个的大恩大德呀，若不是我们罩着你，你早就被人抢得家破人亡了。大抢小抢不都是抢吗？我现在也没好到哪儿去啊。哎，还顶起嘴来了。好话跟你讲，是我们先看中了你的能耐，大家互惠互利。哎，如今你要是不讲信用，坏了我们的交易，可就没法善了了。你们别过来，你们再逼我，我就跳下去，我们一拍两散。哦，骨头硬起来了，跳，有本事你就跳，不跳以后可别把自己当爷们儿。这娘嘞，他还真跳了。咱们要不要下去捞捞他？毕竟这么多年都指着他寻宝呢。罢了，他既然连命都敢不要，那估计是咱真把他逼急了。不打落水狗，他是生是死听天由命。哎，赶紧走吧，连东西没收着还摊上桩命案。啊，然后我就赶紧从那堵墙头往下飞，好险，差点就被那老猫把我的鸟头摘了去了，尖牙利嘴的真吓人。哎，九色鹿，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了？听着听着呢。啊，嘘，小声点，我好像听见有人掉进水里了。夏天到了，河里有一两个游泳的人不是很正常吗？要我说，你方才肯定是走神了，竟然不听我说话，真是的。游泳，他好像不会游泳。你莫非还要去救他不成？别呀，人倒霉自有天收，那叫报应。可你要是露出了踪迹，我可也要一起遭殃呢。遭殃？发生了什么事？你看你，这就是根本没听我说话的下场。哎，罢了，因为是你九色鹿大人，我便再同你说一遍吧。我这次进城，看到于田谷里大小墙上贴了好多你的画像，可惊悚了。我的画像？是啊，画了一头鹿，身上有九种颜色，天底下还有哪家鹿长这样？我寻思你老人家这么多年就在这密林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些人竟然知道你的模样，还指名道姓要找你，好奇怪。要我看，这凭空出现的水鬼必有蹊跷，说不定就是来钓鱼的。你小心，别待会儿好心把他救了，他回头给你卖了，那于田国主指定会派人来扒了你的皮。
好了，我知道你担心我呢，我小心一点便是。若真如你所言，救人一事是害我的陷阱，那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我不能见死不救。哇，弄不懂你们出家人，你要去就自己去，可别带上我。金色鹿角，白玉皮毛，身具九色华光，这是九色鹿吗？我一定是已经死了，佛祖怜我一身苦行，让我上升天堂吧，否则怎么能见到这等传说之物？你没事吧？口吐人言，是真的九色鹿。我说的果然没错，你现在呀可是风光了，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认出你来。九色鹿大人，小人名叫迷藏，是附近的于田国人士，今日走投无路，投水自尽，蒙您大恩所救，重恩于我无以为报，只愿这辈子和下辈子做牛做马，服侍左右。我要你服侍做什么？快起来吧，这河水虽然清浅，但不善水性还是会要命的，你下次要多注意一些。于田国我亦有耳闻，似乎是一座繁荣兴盛的沙中绿洲，你为何到这荒郊野岭的南方密林中来？哎，先前于田国确实富饶一方的佛国，国主治国有方，又拥一美若天仙的女子为后，两人更是诞下一子，是为后继。那盛大的举国庆典我还历历在目，只是自从传出王后重病之后，这天就变了。先是那日，一个奇怪的黑洞横贯在于田国都上空。奇怪的黑洞？是啊，我们一开始还引以为奇，不论白天黑夜，那大洞就永远悬在那儿一动不动，看久了也就置若罔闻了，照样过自己的日子。怪洞横于天上，这正是大哀之刻的预兆啊，莫非于天国中发生了变动？哎，天出异象，农桑却无大变，可变的是其他东西。自那后，国主闭门不朝，只是成天悬赏奇珍异宝，有心之人无不投其所好，不是浓雾，一味钻营寻宝之道。久而久之，整个于天上下鸡犬不闻，居兽田荒，全国人都在外面游荡，指望着找到宝贝博得异彩，好领赏一笔发家致富。说来惭愧，小人自小运气好些，常能捡到宝贝，但偏偏胆子小，不求别的，只求平安，只敢用这些个宝贝和那些赏金人换点钱苟且为生。只是最近他们的手越来越紧，月初刚交的月供月中这又来了，信口说我先是没给，硬要抢占我仅剩的一件宝物，小人实在绝望，横生一念死了算了，尸骨跳了河，若不是你，我怕是真要交代在这半妖高的河水里了。哎呀，我还是得给您磕一个。原来如此，救人渡苦本是出家人的修行，你真的不必谢我。若你有心报答，就答应我，但你离去后万不可同任何人提起你见过我一事，可能吗？能，当然能，我这条命都是您救的，若我违反诺言，我就满脸生疮，不得好死。天色不早，你抓紧回家去吧。哦，对了，这密林人迹罕至，夜路难走，你把我这退下的鹿角拿去当作照明，也能劝退一些山精野怪。您的大恩迷藏铭记于心，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哎，你呀就是老心软，早晚要栽一头大的。人信佛，佛也信人，
素来就是如此。可你何时才能修成大自在？与你在密林相伴这么多年，我看你早已具佛像，却迟迟不见你得正果。鸾鸟要有耐心，得无上正等正觉者，须得度过末劫，摆脱妄识，领悟三无漏学。我的法轮上仍然缺失这三学的真实，他们待到因缘际会时自会来的。那对猎豹兄弟欺我太甚，当日之仇不是不报，如今这于天国依然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污池，待我寻得更大的靠山，看他们能奈我何。哦，这不是迷藏吗？早年我托人到你府上求爷爷告奶奶聘你给我干活，你可是清风傲骨闭门谢客的，怎么今日找到我门前上来了？那不是当年有眼无珠，不识得您大人大人的赏识吗？现在迷藏知道了这世上的奇珍异宝还是乌法大人的藏馆，冠绝于田，我来找您直接少走20年弯路。大人您也验货吧，这是小人压箱底的宝贝，您给估个价吧。哦，看成色确实好东西，我差个伙计去后头验验货。哎，话说回来，我听闻你之前都是跟那俩猎豹兄弟合作的，怎么闹掰了？说来话长，那俩人贪得无厌，与我横生嫌隙，我被逼无奈投死，结果被恩人所救，给了我第二次机会，我便也想换条出路。哎，以后还要劳烦您多照拂小人一二了。哎，这话说的，你一心投诚我，我也不好不接，是吧？不过我这儿有两个人，你来见一见。是你们？迷藏啊，你不会不知道，这国都里的猎豹人都是为我干活的吧？你连这点小事都搞不清楚，就乖乖做个升斗小民，好好孝敬我们，求个遮阴庇护，小富即安，不好吗？后面伙计验过了，你供的珠子是真货，今日饶你小命一条，快滚吧。我怎么你还不服？看你的眼神，可是还想要价钱？待我将这宝珠进献国主，我必会得封国商，到时候好处也少不了你们下面人的，懂吗？黑吃黑，永远不见底，这于田早晚会被你们这样的夫骨之虫啃噬殆尽，内耗而空。就算我们食腐为生，那肉若是不烂，何来虫的招惹？你要怪可别怪到我们头上，黑吃黑的世道，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这种人也不过是讨个生活罢了。乌合五路，把他扔出去，最好让他嘴也干净点，老子今日着了新衣，可不想染上他的晦气。好痛，这两人真是下了重手，肋骨好像都被打断了几根，往后10天半月只能卧床休养，无法外出寻宝，这最后一件保命的宝贝又已经被他们抢去好多。于天王宫就在国都街道的尽头，张目可见，好像离我们近在咫尺，却有重兵把守，戒备森严，是我永远也不能知之所。冤有头债有主。那最大的债主就稳坐于御阶之上，丝毫不顾我们的死活。
三人一组，一字排开，跟着这人往前摸排。这密林中鬼怪众多，互相照应。哎，那个线人，你确定九色鹿就在这片？再往前就是了。我为什么要骗你？嚯！哎呦，哎，好了好了好了，跟着你就是。哎呀，你这脸全是脓疮啊！快快转回身去，看着真吓人。后面的都跟上，找到了，国王重重有赏。不好，大难临头了！你这笨鹿，他们果然来抓你了！一群穿着甲胄的人兴师动众的，还有个农夫在前面引路。农夫？难道迷藏出卖了我？可不就是吗？早就同你说了，那人手里拿着你的脚，满脸脓疮，面露凶光，吓死人了！快跑，快跑呀！在那里，抓住他！别告诉别人，你对我许下了承诺，却背弃了誓言。鹿王呢？我已经得到惩罚了，不是吗？九色鹿对你有救命的恩情，你就行行好，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自此两不相欠，算我求你。我要复仇。鸾鸟，他身上已充盈着一种古怪的煞气，并非善类，不要再同他费口舌了。再者，若是于天国主寻我如此迫切，我倒也想去王庭会会他，看他到底想从我身上拿到什么。金色鹿角，白玉皮毛，身具九色华光，还真是九色鹿。原来世上竟真有此等非同凡物的存在。你们要找的是我，莫要妨害这密林中其他的生命。请神鹿同我们前去王宫走一趟，我们国主有请。别担心，等我回来。那灿然华光是正是他口中的神鹿。禀报国主，我等已将九色鹿羁押回宫。这所谓国主法身有垢，周身的气已被流毒浸蚀，似只有一半神魂残余在他体内，与行尸走肉无异。这正是传说中大哀之客所留下的痕迹。怪哉！见到国主还不跪下？别来这套，我并非你们的囚徒。都退下，勿要轻慢了神鹿。神鹿是本王请来的贵宾，是我有一事相求，请鹿王休要责怪。本王正是听说鹿王是佛子转世，身具无边法力，才费尽心思想要寻鹿王一见。国主寻我何事相求？唉，说来话长，本王有一发妻迷幻沉疴，缠绵病榻，求遍天下良医皆不得解。一日他托梦于我，让我去寻一头九色鹿。他说若是能令九色鹿俯首，一切便会得解。鹿王能否赏我尉迟慎一个颜面？若是能令爱妻复苏，这城这国这全天下的荣华富贵，本王都可以亲手赠予你。慢着，我只是修行的出家人，所谓复苏往生之力我并没有。再者，国主以倾国之力铺张国财，只为追求一个梦幻泡影，不论如何都不是治世的良方吧。莫不如说更像是平生出了许多业障，国主之请我不能成全。大胆！本王大可以穷兵黩武。哎，于天向来是礼佛之国，本王也敬重鹿王佛子转世的圣身，故而低声下气请鹿王施恩德。事到如今，为回向爱妻的苏生，本王已是穷尽一切办法。若是走投无路，
本王自可以逼你就范。九色鹿乃出家人，避五欲，戒三毒，我不拜世俗王权，只敬庄严法相，绝不可能为此荒诞不经之事向你低头。那便来人，将九色鹿压下去，缚于天台正中，不得喂以水粮，护于日晒，直到他低头为止。九色鹿已受擒，那么恩公何在？是小人接下了悬赏的告示。何事发笑？迷藏，在我动身救你于河中之前，我有鸾鸟曾与我警示，休要露了踪迹。我复信于你，你下跪同我起誓，声称永不背叛，却转头将我的踪迹示众，换取不义之财，立国治家，置契约于罔顾，又不闻因缘果报，何来长久之本？昏君，若是你还有半点为政之知，你惩罚的便不应是我，而是这背信弃义的奸术小人。竟有此事？你与九色鹿原是有约在前，为何不与相告？是，那又怎样？按照九色鹿所言，你违背誓言在先，所得非义，赏罚分明，你也当受鞭刑，压下去。国主啊，当我报来九色鹿的线索时，你不加思索，当我为小人所困，家破人亡，身陷绝境时，你在深宫中不闻不问，现在你却怪我。这些年你但凡打开窗户向外看一眼，看整个于田都因为你那可及的追求变成了什么样。民不聊生，苛政横行，你却怪我。为了亲手回报我所遭受的那些苦恨，为了复仇，我背叛了唯一有恩于我的九色鹿，我全身生满暗疮，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就是为了来到你的面前。若是有那老狮子因果报应，那也是你尉迟慎的，而不是我的。那是我先时赠给他的鹿角。等等，受死吧。这是个啥东西？迷藏吞下了我所退下的鹿角，俗身无法承受其中的佛力，因此崩毁，而他体内的滔天怒意又借此神元到你之时扭转连结，塑化了他的肉躯，将他结成这般模样，视为嗔毒。不好，嗔以凡人肉体为食，若让他无限吞吃，将会殃及整个城池。侍卫何在？呼驾！皆各自奔亡，如鸟兽散去也。国主，你已失去民心，亦会失去性命。哀王的命格应如诏所限，可悲可叹，于田的灭国之难也许就在今日。佛祖，鹿王，难道你要对这一切坐视不管？迷藏横死是悲剧一桩，而嗔毒献化是天下之难，我若放之任之，他早晚会胁害到我所栖居的密林，那便是不妥的。我会尝试净化此毒，国主，你且来助我。这是三无漏穴中的第一波，三昧之定。未曾想
我的法环上所缺失的这三玄竟在这里寻得了。难道今日之事与我是一场末劫，或者说是我修行中的因缘际会？哪里的惨叫声？突围！鲁王，你为何要出手救我？你虽身陷迷局，却不至于因此而遭受横死，我为何不救你？如果你因此得悟，放下夙愿，净化魔心，还做一位冥王贤君，与你与整个于天国百姓都是一桩好事。出家人不苛求既往的罪愆，反而是悔过为修行的开始。那么此事便告一段落，我自回密林中去了。国主，望此后不要再会。这是天地震荡，怎么回事？传说须弥山东南西北边各有八重天国，通称三十二天。三十二天中自有各式依山而住者，所行所言与常人无异，不堪称神啊，用你们的话说叫做明矮。须弥山巅中央独居有一天，名三十三天，乃众神与佛的欢聚之所。此天中众生不是劳作，采风引露为食，一日一夜光阴等于人间百年，也就是一群闲得无聊的人。三十三天中有一重任力天，乃地藏菩萨所住地。地藏菩萨何人？成正觉者，莲花座下握有一神兽，名谛听。谛听耳能闻声辨真假，行能运护向酒器，是居家旅行常备的好帮手。有一日，世间的光明神帝俊前来任力天视察，见了谛听兽，帝俊甚是喜欢，遂与地藏菩萨商榷，拿来吧你。地藏菩萨不敢不从，谛听从此也就成了帝俊的手下。帝俊给帝听喂了圣慧神丹，使其能通人情，又喂以化神灵珠，使其能同人语。帝听也感于帝俊的再造恩德，忠心事主。不过这些都是在帝俊突然消失以前的事了。这阵动静好奇怪呀。大吵大闹的这位正是谛听兽本兽。大清早的叫什么呢？你的声音太尖了，闹得老娘头疼。这位则是谛听从冥河的魂室里买来的上古大妖灵南定村酿酒女，目前正在向三十三天众提供各类自制仙露，醉者四日方醒，深受各方人士喜爱。大清早进屋都要归巢了你才醒，
我看也就是你这臭酒鬼成日不省人事，成婚颠倒罢了。也就是你这大白狗每天趴在地板上无所事事，才会动辄大呼小叫吧。啊，嘘，消停点，我还醉着，难受得很。哎，谛听，你要实在无聊就去找檀香纳斯，叫他把他那只香球丢给你玩玩。哎，他走以后，这四周八海里却真是没一个咱靠得住的。檀香寻声而来者是一只佛前香化形的大妖，为人冷怪，喜好怪癖，平日里常爱关在房中研磨人骨，众谛听都不大喜与他亲近。谛听小主，可是闻觉了什么异常？我听见了鼓乐声。鼓乐声？可是稀奇了，此地脉中……等等，我倒是好奇了，从这所谓的地脉里头到底能听到什么呀？为何我就从来没听到过？你的道行横竖全在酒坛子里了，要同你细讲的话……哎，不如你就当它是一条大河，只不过流淌其中的不是水流，而是众方之灵气，灵气昼夜不息，随着阴阳交泰均衡涌现，谛听只要辨听那些灵气的纠结或者舒畅，就能定位到人世间的鬼诞所在。你在做什么呢？我也来听听，指不定能找到哪里有好酒喝。地脉远在我们所在的三十三天之下，又深入人间的地界之底九九八十一层，能被你的肉耳听到才是撞了鬼了。檀香，平日里我能听见的声响皆非人语所能述，但这一阵可真不一样。等等，我又听到了。哎，听到什么？好像有一座大洞，一个深渊将所有的声音都吸了进去，听得心里一阵震悚，像被卷入一样。是一个地脉上的漩涡。檀香，我们要去看看。又要出门啊，讨厌死了。于是谛听众不顾随酒的阻挠，打点了行李，出了天门，一路去往人间。他们循着地脉寻找谛听所说的那个奇怪的漩涡。这就是故事的开始。什么？你问我是谁？我又为何通晓这一切？我是……照我所听到的来看，就是这个方向。越往这边走，那阵鼓乐声就越响。果真如小主所言，这是地脉上一道纠结扭曲的漩涡。虽然地脉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时间洞口，像水流现沙，是道法自然，只不过像这样规模的漩涡并不常见，这更像是人手所亲为，而且是一个法力极强的人，胜过你我所亲见之流。这个洞好像是活的，我甚至能感受到它在蠕动，在呼吸。恐怕是的，它正在吞吃周围的时间。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个洞比刚才更大了？我们在原地明明没有动。这是因为它吞噬了我们未来的时间，它正在吸收我们，快跑！啊！我随酒挣扎着活了这么久，没想到轻轻的就死掉了。唉，希望黄泉水能好喝些，也不负。春兰，阿香，你们俩还好吗？好一阵熟悉的鼓乐声，莫非……啊，有客人来了。何人扰我清静？报上你的名姓吧，远方的旅人。哦，丈二为家人又是何方神圣？他是世月。他是香音。香音和世月是永恒的侍从，
无尽的信众，他们歌舞昼夜不息，通宵达旦，是为佛国众生其所愿，应善念得彼往生。何故自称他们？什么？佛国往生？果真不出所料，我们是已经死了吧？嗯，地平如掌而作金色，无有沟坑荆棘瓦砾，其地柔软如兜罗棉，足所履食其地极下，随举其足还复如初。莫非却如传说所言，这里便是妙喜世界？妙喜世界？为何一个妙喜世界会无端现化在地脉上？先是地脉，现在又是妙喜世界，谁能同我解释解释啊？看来有一位施主是明白的哦。有一位施主却难得糊涂。阿九，妙喜世界就是一方极乐净土，唯有种下佛刹的功德才能造成。若他无端端出现在地脉上，一定是有能够生灭诸法、合化因缘的无量之人在此做法才对。嗯，像是有必要造访一下这位神圣了。止步止步，诸位施主莫要再向前了，我们只是三位行人前来探查地脉异动的真由，二位仙子何故劝我们止步？要进乐土者可要满足条件才行，不断绝贪者，为广执善本者不得入。嘤嘤嘤，两个仙女姐姐长得好生美，话就说得好生难听啊。奴家好歹也是莲花台下的谛听，虽无佛身，却也是日日夜夜在佛光下耳濡目染的，怎么就不知善本了？慢着慢着，香音和世月可没有要得罪各位的意思哦。要入妙喜界，考量无他，唯有一条法则必须依循，勿要耽溺于香音和世月的歌舞。什么意思？可是世方上流行的游戏，不看那里挑战。哦，好稀奇，我听说过不少那些强人所难陪笑观看的糟糕乐舞，没想到这里却要看客不单。二位妹妹这舞姿恐怕是有天人之姿，能使人流连不返吗？嘿嘿，那便给施主解释解释吧。香音和世月的乐舞本是为于佛而起，自有三宝三通之力，而常人不具佛的慧识，不能招架。换言之，观舞者若是道行不深，一不小心便会着魔入幻，动辄沉溺百年，殚精竭虑而死。所以若是我们抵抗住了，就能进入净土一探究竟，若是没抵抗住，我们便会迷失在永恒的乐舞中，终至末法，那可是很可怕的事情哦。桃花从下死，听起来横竖都比九凤死好多了。好妹妹，让奴家试一试，可能吗？那么，诸位有缘人，就请与我们共舞一场吧。诸位有缘人，就请与我们共舞一场吧。开心点，打起精神来哦。贵如泉涌，慎而必伤。开心点，打起精神来哦。贵如泉涌，实是好美的舞，不过暂时是告一段落了吧。不得了了，你们竟然没有被卷入循环之中。奇怪的，前所未有的第一位访客，请各位随我们来吧。哀启，飞天双子在前引路，彼界的旅人紧随其后。四周尽见琉璃宝树、华金明玉结于枝杈，河池巨堂有密，
地沙如流金。哎，白狗，我感觉这两位仙女一直神神叨叨的，你从她们身上可探出了什么真谛没有？嘘，小声点，她们就在前面呢，我目前也没有什么头绪。你说这33天中真神仙咱们也见过不少，真有少数几位喜好故弄玄虚的，顶了天也就是一个天机难测的程度，这两位说来妾身人有一点相当在意，为何他们要将自己称作他们？哎，这倒是我未曾细想的地方，这么说感觉他们不像是有智慧的存在。湘音和诗月全都听到了。我们一行人初来乍到，对妙喜世界所知甚少，对于实情的揣测不免有添油加醋之处，还请两位见谅。无碍，是湘音和诗月没有向几位有缘人解释了。湘音和诗月是妙喜世界当中的祭月使者，他们是一种具不同于人、神、灵的存在，莫不如说世界上不只存在着诸位面前这一个湘音和诗月，而是遍在的千千万万个。每一个湘音，每一个诗月，既有单独的肉身，彼此之间又共享着智慧的涌现，由此连结在一起，故而湘音和诗月不会自称姓名。原来如此，这样的存在真是奇妙，像是音律的协和，于细微处又有不同。那么其他的湘音和诗月在哪里？每一层中只会有一对哦。每一层？对的，妙喜世界就像一朵莲花，乃是从内至外层层延展开来的同心圆。莲花共有四重瓣，深知其中的是第五层莲心。每一层的景致大相径庭，诸位所在之地便是琉璃天阶，从此往后就是第一层。第一层是林海，第二层是雪山，第三层是异界，第四层是无涯的如海。海中空无一物，唯有一条龙。如海包裹着整个第五层，湘音和诗月从未抵达过彼岸。慢着慢着，你们左一嘴右一嘴的说了那么多，让我们消化一下。所以一共分为五层，除了第五层之外都会由湘音和诗月守卫着，对吗？没有错哦，只不过与其说是守卫，不如说是囚徒。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妙喜世界中的时间是一日复一日，一层叠一层，无尽的循环着的。湘音和世月就像世界的陀螺，若时间不止，歌舞便不能息。一日的循环是指？春兰抬头一看，烈阳灼灼，日头已近午时。你瞧，春兰，从日出东方到月升西方，一日12时辰，就是开始到结束。当暮日和初阳重合的一瞬间，整座世界便会重新自如海中诞生。那当这个世界重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问题的答案。那便不得不说，诸位的到访实则是妙喜世界中的变数，湘音和诗月又无法预知真正的后果。我觉得我们得商量一下。随九、阿香，你们怎么看？趁现在礼貌告退还来得及吗？越听是越邪门了，我可没准备好为这个鬼地方搭上性命。可现在事已至此，多少是有些进退维谷。回禀小主，我们本就是为调查地脉上的异动而来，不如再深入一层了解一下，若真有风险再做撤退打算也不迟。如此也好，
那就这么办吧。两位，我们要如何进入世界的第二层呢？连接五层世界的是一条长河，名叫恒河。乘坐着一条木船，顺水而行，就能载至发愿的彼端。众人七嘴八舌间，河与船忽地出现在眼前了。等等，这个印信也太简单了吧，像是这个世界在聆听我们说话一般。难道他是在邀请我们？其实以为这就是所谓佛门感应的祥兆，有求必应吧。我还是觉得这一切都显得鬼气森森的。哼，反正你从头到尾也就只想着窝在店里喝酒，走吧，上去看看。香音世月，烦请二位给我们带路了。主人，主人，你为何会在这种地方？姑娘当心。你们都看见他了吧？这不是我在做梦吧？也不是那种劳什的吓唬人的幻境吧？当然看见了，那可不正是帝俊本人吗？那他为什么不理我？春兰姑娘别急呀，此刻你们见到的俱是那个人的无相幻影。莫不如说，整个庙写世界都是由那个人一手构建的梦幻泡影。什么意思？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吗？你莫要惊慌，站在我身后。帝俊的能力为何大不如前？连一条小小的蛇怪都降服不了了。小小的蛇怪，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八蛇哦。现在的小孩子真是什么都搞不清楚。酒鬼不识此蛇为何物，可也别大声嚷嚷，叫旁人看了落得笑话。此蛇乃是世间规律的化身，传说中的八蛇。八蛇缠绕着天与地，永恒地与大鹏金翅鸟相抗衡。当蛇缠住鸟身，而鸟喙即将啄穿蛇头的一刻，世间才会光暗平衡。如果妾身所想没错，眼前这位女子就是八蛇的守护者巫山神女瑶姬了。果然，每个故事里还是得有一位指路之人。瑶姬，这女人就是那个瑶姬。嗯，八蛇之心坠于巴山，所吐出的蛇性幻化成朝云暮雨、雾岚雷电，其物就塑成了瑶姬之形。自太初以来，瑶姬与八蛇便相形相伴。那帝俊来找他做什么？莫非真如他们所说的，帝俊以身涉世去了，就为寻找一个规避世界陷入混沌的大法？你是说山上流行的那种说法？我还以为他们是开玩笑呢。放弃好好的神仙日子不过，非要去做个凡人，哎，男人，这也太浪漫了。檀香，你是说瑶姬与八蛇形影左右，自成一派？那眼下这场景岂不是闹了大乌龙了？八蛇绝非是轻易现世的，妾身也是百闻不如今日一见，也许帝俊是被人戏耍了。香音世月，你们方才的意思是，咱们现在正身处幻地，所以眼前这些景象，我们只需要做壁上观便是。目前来看好像不是这样，我们似乎已经被卷入其中了。当心点，你们尽管不被那个人所眼见，但庙写世界中实在的危机却是真真实实的，能够消磨你们的魂体的。应敌要紧，小心为上。
客人，你也闻得到吗？你找的是这个香音，还是这个试月呢？贵如泉涌，慎而必上。公子一出手，八蛇可吓得不轻。我想，他应是弃我而去了。那蛇，可是你认识的？不，我以为，我并不知道他是姑娘你豢养的宠物。在下实在追悔莫及，今日可真是帮了大道忙了。不怪公子不识，这一千年里，八蛇是第一次献化真形。不过，公子在巫峡中与小女日夜为邻足有千年，竟连这等要事还没琢磨明白呢。一千年，你早就发现我的存在了吗？自公子到来的第二日起。那你也早就知道我是何人了？你是帝俊，世间的光明。自你来后，朝阳便永远不落于巫山。这一千年里，小女想过无数遍要如何向公子开口，未曾想同公子第一个照面竟是如此朴素。姑娘休要再说，我已无地自容了。遑论我今日之行，实是破了大戒。我来此本要监测绿的时宜，是为了及时阻断它。姑娘身为绿的化身，本应是与我不共戴天的。哦，既然你本是与我为敌，为何方才又出手救我？胡话说一套，还是色鬼之心罢了。今日之事算是例外，天地间只有你我两只为好。往后我们还是各行其事，好求问心无愧。倘若小女问心有愧呢？忽然四周一阵震荡，好似开天裂地一般，恍惚间竟径直跌落回了小船上。大家都没事吧？主人，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就出来了？香音和诗月去哪儿了？他们在这里。终于轮到我们来相见了。哈，吓死人了，你们二位真是神出鬼没的很。今夕何夕俱已不同了呀。我们是第二层的香音和誓约，第一层的飞天方才已经消泯了。消泯了？正是，至此第一层世界业已破灭了。随着一日的进程，庙喜世界会自外向内层层崩塌。就像一朵莲花的开与败一样。虽说方才香音和世月已经告知过我等，每一层中皆住有一对飞天之士，但我们现在才知道事情的真由。如此看来，此地确实并非所谓乐土，而是满经灭力。怎么会这么突然？我们还没跟他们说上两句话呢。几位有缘人，请不要难过哦。在庙喜世界中，消泯并非亡故，他们仍会在下一道轮回将起时重生。香音和世月的会师连接着每一个个体，所以我们仍能称呼各位的名姓。照这么说的话，方才那一层我们亦是触不可及了。那我要如何才能回到那个世界去找他？小主别急，照目前我们所经历的来看，这片世界所纠集的镜花水月正是帝俊经历的实相。生生往往，身后种种，他的本身就匿藏其中也说不定。难道好巧不巧，这里正是帝俊创造的世界？原来那个人被称为帝俊啊。嘘，香音，莫要道他的真名。知俊名姓者便有了形状，恨意也会减轻。两位好像对他充满怨怼，何故如此？
囚徒如何能不愿狱卒呢？等一下，你们口中的这个帝君听起来为何和我所熟识的那个大相径庭？他可不是什么横行傲劫的人，他在三十三天中素以居高玉清，却和善可亲而闻名哦。香音和世月不识得他的前身，在他们存在之前他便存在了，然后他们记得的就是永无止境的歌舞了。笼中的鸟雀即便歌声能够打动神明，就无法为自己而歌唱，如何能不恨呢？也罢，误解也罢，首要前提是找到他，当面问个明白。此话没错。哎呀，船突然停下了。看摆设，这里应该是谁的闺房？香音、世月，第二层世界不是雪山吗？为何我们所见的是屋内的景象？也许是妙喜世界向观者的视线，妾身认为至始至终这片世界都是在试图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哎，是帝君，他在那里，我看到他了。旁边那个女人是瑶姬吗？也许这一切都是对我的惩罚，这就是老天在告诉我，我不该，我根本不该妄想能与你像两个凡人一样过上平安喜乐的日子。夫君勿要自责，我想莲儿的降生本就意味着上天对我们的祝福。祝福？什么狗屁祝福？所谓的祝福就是给我一个永远无法醒过来的孩子。谁能料到你我结合的幸福却会令他遭致此等苦厄？这就是在那一天发生的故事了。吾儿阿良，他分明就像一个寻常的孩子一样，他在喘气，在呼吸，他的小脸，一双柔软的小手握着拳头，像是时刻就要醒来一样。夫君，先去歇息吧。你已在摇篮前目不转睛地守候了七日七夜，现在我们能尽的力都已尽了。怎么回事？怎么世界突然变得一片黑漆漆的？别急，盖是因为妙喜世界中景随心动，若是那个人未曾亲见的，他的记忆中自然不存在这等片段。且慢，妾身尚能捉到一味香气，待妾身采撷此香化入香球中聊以魂火，自能复现其中的记忆。哦，能被你捉到的香气想必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吧？倒是，唯有执念深重者才会化出这痴香，浓重如墨，馥郁如魂。甚为不祥。巫山神女，真是老朽这破败小塔里的稀客。若非事态紧急，妖姬也绝不会动用此等禁咒来惊扰水镜长老。该不会是你与帝俊所丹之子没有灵魂一事吧？李长老坐观八方之大能，自然是知无不尽的。莲儿她出生已有百日，不啼不哭，不动不醒，即便我仍能以孤瑶山灵草强保她肉身完好，但仙法一有尽时，我们便会永远的失去他。你与帝俊本就非属于轮回当中人，而灵魂这东西只能自六道中生。妖姬啊，这冥界上到飞鸟走兽，下至虫豸走蚁，凡是会动的
皆有一份运魂。运魂乃是众生平等之物，看似唾手可得，可对于身在轮回外者，却难如登极啊。就算是难如登极，也不是毫无办法，是吗？妖姬在此，拜求长老赐教。办法是有，只是下作了些。不知高贵的巫山神女愿不愿亲自趟这趟浑水？我如今只是一介走投无路的人母，还有什么是做得做不得的？妖姬可曾听说过幽城一地？幽城乃是三神创世之初被隔绝在天幕之外的罗侯神所在之界，其中有一奇物，名为幽壤，可以创命。幽界的传闻，我自幼便是耳闻的。但隔绝两界的天幕固如金池，即便是明矮之人也难以企及。仅凭妖姬一个小小的神女，又如何能到那里去？小小神女，看来七情六欲早已让你软弱非常啊。嗯，早在妖姬与夫君相识的那一刻，八蛇便已判定我失去了守护均衡的资格，弃我而去了。我亦不能再堪称大名。想来命数也真是使人啼笑皆非，连你都能在老朽面前卑躬屈膝了。至于进入幽城一事，你不必担心，老朽自有妙方，能助你等一步幻境。望长老指点。苏生你儿还需要一神物，藏于雪山石轮宫中，要你夫妇二人亲自去取。待你取成，老朽会在石轮宫向你等平感施法。为了良儿，此事不会有不成之理。不过妖姬啊，老朽还有一事好奇，当初那八蛇是你亲手设计放走的吧？纵然耳边天天听得石轮二字，这还是我第一次真正眼见为实。此宫秘藏于大雪山中，传说有四位尊者以守护一台千星动耀的机关为任。石轮宫的秘法独树一帜，就连明矮众神也不甚了解。帝俊遥击此行，想必会有一番恶战。嘘，帝俊他们从那边来了，我闻到了一股很奇怪的味道。夫人先前口中频频提起的那个水镜长老，究竟是什么来头？说来颇有些难为情，是我的旧识。2600年前，其实我少年幼，还未继承八蛇之力。一日在林中西游，突然脚滑栽进一个深坑，醒来时周围尽是白骨，抬头则是茫茫黑天，耳边有一道苍老的声音在同我说话。他自称是上古神器之地的遗民，身摧魂朽，已经时日无多，只能据守地界，坐井观天。我向他求援，他说我掉进去的地方正是常人无法进出的黄泉幽径，但他有一物可以汇顶日月华光，为我照路，送我回返人间。我便照他所说的做了，果真有效。只不过这段经历过于离奇诡谲，我从未同他人言说。前日我也是实属走投无路，不得已才动用了长老传与我的禁咒，未曾想他竟然响应了我的呼唤，给了我一个办法。就是让我们来这雪山石龙宫盗取星鬼刻盘。确实如此，吾儿所缺的正是一缕魂魄，
我们去幽城借幽壤，为梁儿道成肉身，再用刻盘行使天动移换魂。只要我们事后将刻盘原样归还便好。夫君，妖姬深思熟虑，觉得这是一个无匹的上策，可真是幼稚的想法。若真能以此法复活阿良，莫说是新鬼刻盘，连星星我也能去到来。夫人为何突然发笑？只是突厥可叹，哪怕是以你我未涉世时上天入地之神通，在爱子的生死前却也渺小至此。为人父母确实平添了一道软肋。也许这才是做人的意义吧。星鬼刻盘被封印在伏藏法当中，由东南西北四尊护法真圣所护，其中这道秘法颇为艰深，而我们也未知取藏的十元因果，只能诵念口密，强行除去笼罩在封印法阵上的障壁，令其现出术法脉动盘根求结的经纬，再将其一一破除。可是破障还真的殊胜绝法，恰是妖姬自幼所习的秘法。窃我十轮圣物者速速停手。小女只是借此宝一用，若事成必原样归还，登门拜罪，还请各位圣能尊者成全。你痴愚蒙心又贪得无厌，阿弥陀佛，身为护律之人却妄图背律，盗逆生死，待到你的劫难降临，就算是武圣亲临也救不了你。小主，怎么了？为何在一旁沉默不语？我只是在想方才帝俊所说的话。为人父母方有软肋吗？这一路以来我一直在想，即便他确实如他自己所说那般，是为了探寻令世间避免归于混沌之法而来到人世，那他为何要留在这里？这人世与三十三天金碧辉煌的天中世界一比，简直是破败凋零，不成气候。在帝俊眼里，人世到底胜过他什么呢？恐怕只有他本人才能回答你了。也许答案并没有这么复杂。这就进幽城了吗？好奇异的景象，就连在山上也未曾见过这样古怪的陈设。这倒是，三十三天的光芒永远明亮柔软，而这片城寨中氤氲着昏暗朦胧的紫渺幻雾，四处俱是空洞幽暗。此地位于我们所在的冥界之外，是上古三神中罗侯神所统治的界域。咦，方才我就想问了，帝俊和姚姬偷走的东西是何方神圣？为什么勾搭那几个秃驴死穷活追闹了一路？你所称的几个秃驴其实大有来头，乃是石轮宫的四位尊者，那件圣物也许就是他们守护的那台机关的密钥。哎呦，还不赶紧呸呸两下，传说那几个尊者小心眼得很，小心被人听了去穿你小鞋。我看我们的主人早已把他们得罪透了。白狗，你现在不赶紧落井下石怼他们几句，还不担心到时候我向帝君告状说你不忠？
我若是不忠，如今还会追着他的一丝幻影上天入地？不好，时候已经过午了，黄昏将至。按照传说，树会在晚钟响起时出现，然后人们就会见到海。哎，那不是香音和世月吗？你们在那边窃窃私语什么呢？这一层可是有什么新的玄机？小心！天洞仪中唤回的运魂只是一抹精气，若有闪失，运魂散了，便前功尽弃了。莫要担心，我已在这枚如意宝珠上行过封魂秘法，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快让我看一看它。如意宝珠，如意宝珠，如意宝珠。等等，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世人传说它能聚化珍宝，却鲜有人知。它的宝灵可以应如主人的意愿，实现一切心愿。聚禅此物原先为地藏菩萨所携，也许是帝俊从地藏菩萨那里取来的吧。若是帝俊先前已将如意宝珠携在身上，那我应该能隐约猜到，这妙喜世界一定与他脱不了半点关系。细说。如意宝珠不同于其他宝物之处，在于它拥有自己的灵慧。当世主向他许下心愿，如意宝珠会以他所能理解的方式平应，甚至常常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哦，如意宝珠未必完全如意。我们最好还是静观其变，在此城中关键如意宝珠的下落。若是能真正取到此等神物，也许就能破除这妙喜世界的僵局了。良儿，你在这里，好在你没事，再等等为娘，马上便能让你转生为人了。别心急，待我们行完仪式，你可有一辈子的时间看着他长大，到时候你可别嫌他烦。没有不敬之意，只是姚姬此时的样子似是有些癫狂。奇怪，在第二层中我曾闻到过一种异味，此刻他又出现了。还是狗鼻子灵敏。什么味儿？像是刚割的青草的味道。也许是女人常用的香露，不足为奇啊。檀香，你不是最懂香了吗？巫山神女是瑶草化生，小主闻到草香是不奇怪，但是按照常理来说，修为越深之人，本体的气息会越来越弱。那我身上的酒气岂不是说明你是懒罢了？几千年的时间都用来大睡特睡，一点修为都不长进。这里就是化陨神台，罗侯神的创命之所，将两儿的肉躯置于朱命化座上，再进行封命之仪，便能将我们自天洞仪中召来的精魂融入两儿体内。我已照你说的，将幽壤点入阿良的眉心，想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好，待我将两儿抱上前面的台座，我们就可以开始行仪了。青草味越来越重了，现在就像是整个空间都充斥着那股味道。反雀诛化。夫人，夫人，妖姬，不好了。是阿良的动静。仪式成功了。
这是瑶姬变成了一棵树。是树，在妙写世界中，每当树出现时，静灭的暮鼓就会响起。莫非你们真以为事情这么简单？在这幽隐当中，若要带走遗物，必要留下遗物来换。尉迟慎，你夫人的修为换了你儿的性命，他已经现化原形了。是谁？不要藏在暗处鬼鬼祟祟，现出你的真身来。不过正如老朽的计划，你儿尉迟良果真是心鬼刻盘的好祭体，既有幽壤素身，又有轮回之灵，还继承了你二人神通的血脉。你狂骗了瑶姬，你这狗贼！这骗子可是帝俊严重了。尽管老朽是未曾对瑶姬说明换命的后果，但想必他也对这样的结局毫无怨怼吧。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层要崩毁了吗？诸位，妙喜世界中的每一日都会在这株菩提树出现之时结束，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了，你们快跳进去。这一路又是下秘境，又是进幽城，又是树，现在干脆掉到一片海里，我真是受够了。这片海就是飞天所说的如海了？对了，此处即是出生的意识之海，当妙喜世界坍塌崩毁时，整个世界就是从这里重新诞生的。吓死人了，突然从我们头上冒出来。两位即是第四层中的霁月飞天了，也是最后的。在世界崩毁之前，我们是仅剩的一对了。这片海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可不像你们口中所说的那般恐怖啊。不是说有一条龙会翻搅如海吗？嘘，那是因为龙潜藏在海的深处，飞到寂灭之时，它不会游上水面。海与龙在每一道轮回中无尽的搏斗，若非龙烧干海，就是海淹死龙。海与龙可是有什么血海深仇？为何会沦落到这样你死我活的局面？太初以来便是如此喽。相因和誓愿只是遵从规则，而非质问。那我们要如何才能穿过这片海下至第五层？办法是有的，只是时间不够了呢。如海太宽太广，渡过整片海需要9981时辰。在海之西，暮日落山，在海之东，朝阳徐升。待到他们重合之际，巨龙会自海底苏醒，撞响终结我们生命的暮鼓。你们的意思是走到这里已经是头了？很遗憾，春兰，香音和誓月是世界的常在，亦会随着世界的重生而复活。但你们是天外来客，会因为身在之处的泯灭而完全消失。
请你们抓紧时间，另寻出路，逃出这里吧。我不，我绝对不走。我千里迢迢的赶来，可不是为了观光的。我找出个由头来，我绝对不要离开。就算把命葬在这里，我也要把它找出来。只不过，这是我的主人，我一人的莽行，与各位毫无干系。若是愿明哲保身之人，现在即可明言，我亦绝不强责。如若咱们分道扬镳，指不定下个轮回还能重续旧缘。说什么呀？走了。可怜巴巴的看着我干嘛？说场面话要分道扬镳的不正是你吗？走到哪儿去？往前走呀，总不能原地站着等死吧。这片海若是朝阳和夕阳最终重合在一起，那这地方定是圆的，岂不是只要朝着任何一轮太阳的方向走就能走到头？哼。没想到帝君的手下还真如他所说的那般聪慧又忠诚。谁在说话？你们可算能听到我说话了。这位神圣，若是不拘一格，还请现身说法。现身？若我能的话，我也不会选择到现在才与你们相见。这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姚姬大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姚姬大人不是已经在幽城中变成一棵树了吗？昔时我是已现出了三魂七魄，打回了一株神树的原形，只不过后来又发生了一次变故，这其中涉及到很多的原理。总之此时你们就把我看作脚下这片海吧。脚下这片如海？难道您是这片世界的诞生之源？诞生？莫不如说是令他重生，毁灭他的另有其人，而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将他拼装起来。那栖息在海底的龙又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上一层的猜想没有错，龙就是如意宝珠所化。我们仍然不得要道，还请姚姬大人明示。春兰啊，你们可知道妙喜世界的表象虽是虚指，所有的存在却是实在。一草一木，一叶一菩提，都是由确实的法宝现化而出的。如意宝珠在那次异变之后，听从了阿慎的愿望，又攫取了他造化世界的能力，然后创造出了这里。残留在宝珠上的封魂秘仪，又将我昔时牵绕在附近的灵魂一齐吸附，卷入此间。只是我早已失却修为，无法维持残体，故而只能化作海雾与风，缭绕在这片世间。而如意宝珠的本身就化作了龙吗？没错，也许这就是绿对于我背弃他的嘲笑吧。困我在这无限的轮回中，不断地与自己的怨与痴相缠斗。你瞧，春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啊，就是什么都想要，却落得了一场空。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可是若是什么都不求，人还算是人吗？哎呀，这阵海风可是足够强劲，想来是快要到龙出海的时分了。真希望还有时间，我好能同你们聊一聊。可惜我们的结识不逢时，也不敢巧，我就长话短说吧。您说。我要请各位迎着朝阳的方向跑，在这一层世界崩毁的一瞬间，施送动念移形之法，下至整个幻境的最深处，在第五层中替我找到他。
他，帝俊的本身果真就在第五层吗？难倒我了，我也不知道第五层是如何情形。一直以来，如海之涯便有一层无形的障界将我隔绝在外，就像他不愿意再看到我一样。可是若他也不愿见到我们呢？那他便不会放任你们进来了。这是他的世界，一切一举一动与他皆如明镜照见，也许他也在等你。快向前跑吧，孩子们，新的轮回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也会尽我所能送你们一程。香音、世月，你们不走吗？春兰，我们与乐土同生，自然也会与乐土同去。霁月飞天是注定逃不出这片天地的，而且我们不想要逃。我们素来是佛的侍从，为了佛的欢乐而舞蹈，只要乐声响起，我们就只能遵从。太初以来，成千上万的飞天在成千上万天的轮回中已如飞蛾扑火一般死去无数次，但是只要有一次我们能留下声音，那么此前的歌舞就没有白费。死亡是乐土中的永恒，亦是永恒的乐土。感谢各位助我们一臂之力，应该感谢的是你们闯入了这片世界，若不是你们带来的变数，我们亦不会来到这里。我们只是来寻人的过客，真正的变数是你们自己。保重。五层了，我还以为一进来就是一场腥风血雨，未曾料到却是这么安静，一下还有点不适应。好奇怪，那股青草味又出现了，若隐若现。这儿有人吗？他在那里。真是帝俊，明明找了他这么久，经过这一路上的一切，如今见到他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口。此中有真意，欲辩以妄言，对吗？主人，你看得到我们，你听得到我们说话。这里是我所造的世界，尽管未必能眼见，我也自然能感知到你们的存在。从一开始就罢了，我有我的问题，你有你的不答。不过倘若这一路上我们所眼见的那些记忆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是真实的。那我不理解，为什么你要留在这里？为什么这人世残破不堪，但你又满是痛苦，你还要留在这里？夫君，日落了，回来用晚膳吧。哎，那方才在如海之上同我们说话的瑶姬是谁啊？不，这不是真的瑶姬。我们眼前所见的这个瑶姬，更像是第二、第三层中那个活在记忆中的幻影。自他身上切身能提取到亡灵的香气。你以为这样
他就能一直活在你身边吗？小主，等一下。你以为你躲在这里，沉浸在你的幻想中，他就不会死去了吗？天要黑了，春兰，早点回去吧。不，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离开这里。这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幻想，却因此拘禁着两个无关的人。你从前有这么残忍吗？黄昏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分，却是最短暂的。所以，哪怕是看了365000次，也不够。为什么美丽的东西，总是不能永恒呢？春兰，是那股青草的气味，妾身突然想起。等一等，檀香，让我跟他说。夫君，日落了，回来用晚膳吧。你以为他已经不在了吗？这道世界反复的重生，真正的原因，你不知道吗？如果他没有在如海当中，一次又一次地将这片世界重新拼起来，你又如何能在这里看到36万次日落？你困住的可不是你自己，是他一直在那里守护你啊。春兰，帝俊身上的青草气味正是三毒当中的蚩毒所化。香蒲有云，味同雷光电闪基于苍灵之上永留的草木之色。当心。你以为你将他留在了你身边，实际上你是一遍又一遍地杀死他。闭嘴！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他！安静，安静！那就是蚩，传说蚩中有无边巨口，能够吞天明日，其性偏执宁亡，不得满足则绝不罢休。这么说，他是附生在帝俊的身上？妾身推测，或许蚩毒的附生就是这妙喜世界诞生的因由。小主，先前你在幽城时就已经嗅闻到了这股青草的气味，不是吗？就算是他真的入了魔，也不能替他推脱他此时所造的业。啊，听你这么说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秒钟前，我还以为你要一心向着他呢。我可是地藏菩萨座下的谛听，遍察真意，断尾折玉。若是有祸世之乱，哪怕是帝俊，我也要好好揍他一顿。怎么回事？第四层塌陷了。如意宝珠，这是自龙耳中掉下来的，是海萤了。我们现在要怎么从这里逃出去？那是地脉的水，这个世界已经支离破碎了，我们快跑。一位失忆的国王将自己关进茧中，不久之前他忠诚的手下不期而来，试图将他从中唤醒。汉杰的守卫最后一次履行了职责，将他的灵魂重纳于宝珠，
送出幻界。不久之后，地脉滔天动地的洪流将异界的旅人冲向了未来。那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你问我是谁，我又为何通晓这一切？我是妙喜世界中的海、雾、风、雨，我是一切的见证者，又是重建之人。你又问，那么我的神魂寄于何处？那就是故事的结束。盘踞在城外的幻界忽然破灭了，喷薄而出的孽力将整座城池瞬间化成了沙。沙住世界，果真如此。尽管我已经试图挽救，但哀王的恶兆仍然如是应现，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一切皆是空性。只是可怜这城中信众，最终陪葬于罪恶之地。哎，这是如意宝珠，原是他藏在幻界中作祟所致。此物晶圆玉润，似有魂魄在中游动，竟是活物。啊，这是三无漏穴中的第二波失罗之剑，看来是有人进入幻界破除了痴毒，机缘巧合又将此宝送入我手。如此一来，只剩下慧我未寻得了。只不过在幻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如此，于天国国王是帝俊设身凡事的化身，在大哀之刻，如意宝珠攫取了国王的魂灵，凭留此世的肉体，心神沉沦，昏庸无度，终日溺于哀痛不得自拔。如意宝珠已将您的另一半魂体奉还，现在该从恶兆中醒来了吧。怎么了？痛，太痛了，钻心一般难以言喻的痛苦铺天盖地的袭来，根本无法。也许是你的魂体生受剥离太久所致。莫急，试试凝神定念，感受记忆的流动。求求你救救我，释迦牟尼，救救我吧。看来不妙了，我已用法环暂时稳定了你的神魂，不是在灵肉焚灭之苦中遭横死。至于如何使你从痛苦中解脱，还得对症下药才行。谢陆王之恩，方才一瞬间，如经受五马折死剜心凌迟之刑，剧痛灌顶。告诉我，是什么会让一个神如此痛苦？此书乃是神树菩提，是爱妻瑶姬所画。书周萦绕着不祥之气，是一贯如此吗？我也是很久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树最初现画是在异界幽城当中，我妻瑶姬为奸人所诱骗，为苏生我儿阿良带进修为，打回了一棵菩提树的原形。幽冥下系关闭的时间紧迫，我不得已独自带着阿良逃走。临走前，我折下了树上最鲜嫩的一只树枝，随我回返现实。不日后，
我们回到他的故乡巫山，也是我与他第一次相认之所。我将树枝手植入巫山净土中，灌以八灵江水，养以神山之气，他重新发芽，日益茁壮，亭亭如盖。后来呢？后来我在树干上发现了附生的贪毒，正在随树而滋生，我才意识到，早在幽城中，或者在更早之前，当阿良出世及早夭的那一刻起，姚姬的心中早已被贪毒满聚。陆王，你可知道，我们这样的存在原本是什么也不图的，因为不图，我们便出了世，出了世便得了神通，尽天地之能事，然后思凡就成了我们的劫，我们的毒。彼时贪毒附于神树之上，恐怕是菩提神树之大，上至树冠可触及梵天，下至根长可直抓地狱，而贪毒这样的复古之居，若不根除，便会随着神树通天达地，至于无极。所以我必须杀死他，这是唯一的办法。大哀之刻，三毒中的贪已经被你亲手斩死。书圣三宝中，这最后的慧我已不能寻得。若三宝缺一，我便不能行使化空之法，将你的国复还原样了。那么，就请陆王将我赐死吧。嗯？我做过神，做过人，做过丧子之父，做过失职的丈夫，做过国王，做过昏君，又让全城的百姓因为我而被深埋八尺沙土之下，我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理由。陆王，我已是百无一用的罪人，若是我的国家不能得救，那将我一道陪葬，给我一个了结，也给我的臣民一个交代。动手吧。修佛者从不杀生，国王，你误解了。再者，你是光明的化身，永生的帝君，身处轮回之外，凡劫夺不走你的灵魂，就算肉身泯灭，神魂也会以别的形式残留在世间。你是不死的。可是我已无法再忍受这些痛苦，我已无法再背负着这一切活下去，我无法。若你真想寻求永恒的寂灭，我倒是知道一处秘境，广严城药师佛塔可带你去行愿。只是你要想好，凡是经受了法海雷音如来的四道天雷者，便会抵达真正的灭顶，不论拥有何等大能，已再无任何复还的可能。这里便是药师塔的顶层了吗？正是，不过这是七宫一王于尘世中的弘法之地，其本身远在西天沙中世界，以你的凡躯是不可及的。这只硕大无朋的雷鸟，
乃七佛之一，法海雷音如来的化身是也。本师来访，绝非走亲探友，何事？本师身边那位，绝非一般居士。若不是以凡身相视，如来此时应当何时才对？光明的化身如今随我前来，是为了寻求涅槃寂静，还请如来助之遂愿。哦，帝君，你的问题同其他化身之神一样，你从未活过，自然也不能被灭绝。正相反，我已经活过了很长很久的一生，我拥有了一切，又失去了一切，如今我已经活够了。汝面色黯然销魂，已有大五衰之象，正是在凡世间修行太久却不得真谛的惨状。若汝将真死视为解脱，如来倒是能为你行愿。只是汝确定要经受法雷？我早已将不可反正的后果向帝君言明。那如来也不必饶费口舌了。雷音如来的法雷仪轨分为四道：无觉、无身、无妄、无有。趟过第一道仪轨后，汝会失去觉识，肉身入定，尝到有觉觉痛，无痛痛觉，无痛则无觉。趟过第二道仪轨后，汝将斩断未尽的寿根。凡人者，从业力而受生，若无业力，便永生不得转世。趟过第三道仪轨后，汝将失去前有的妄心，法雷无常形，如露亦如电。世上之相本无永在，虚浮乃是恒常。经受第四道仪轨后，汝之六识会尽灭，神魄亦将灰飞烟灭，进入真正的无。帝君，汝准备好了吗？是个懦夫，没有勇气看着你长大了。妖姬，我好想你，马上便会来陪你了，马上。瑶儿，你为什么不吭声？你为什么只是看着我笑？瑶儿，我好痛苦，你走以后我才意识到你的痛苦比起我来只会是成百倍千倍。只是一切都太迟了，太迟了。很快这些都会结束了，可是夫君，你要去的地方我不在那里啊。
没有人会在那里，就连死亡也不在那里。停手！我不想再继续经受第四道法雷了。汝要放弃完成仪轨，可惜能挺过前三道的人可不多呀。本想以后有机会替汝传扬事迹呢。啊，法海雷音，今日请恕在下鲁莽无礼了，我还是不想放弃我的记忆。帝君，哦不，应当称你为尉迟慎更好。你终究还是入了这人世的道，遭了这凡尘的劫。斩不断，砍不破，即是如此。哪怕他残败不堪，又满是痛苦，可我也曾经快乐过。有人告诉我，若是失去了他，我便什么也不是了。吾本自有终生啊，既然如此，如来也不阻拦，如便去吧。鲁王，一路以来感谢你相携，我还有一事相托。请说。我有一事想尝试着去做，三日之后烦请你来巫山菩提树下寻我，若我事成了，我们会在那里重见。好。